对，要等二月。现金怎么买？你不是奋斗十几年吗？我是奋斗十几年没错，但是没有那么多现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要出单。去尿个尿。我咦？哎，对。还有拍谁？可以往前。啊，可以往前。好的。好。那估计就说含买房跟装潢，估计得花多少钱？三亿，他说三亿。赞助我三千万就好。不要嘎逼。没有，其实因为是第一间房啊，其实也是没有很大，那也平数，其实才三十几平而已，那室内才二十出，对，对，非常小，对啊。但是想问多少钱？一千万，厉害！哇，一千万，张栋栋应该是神。你有吵让他讲啊？听无。可能不到你一台车的钱，不到你一台车的钱，没有，我差不多两千内这样。哦，等一下，差不多两千内是含装潢还是不含装潢？哎，不，我是希望含装潢差不多。两千内，这样每次房贷会很重。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因为我会宽限期啊，所以几万块几万块这样还好，对，还都负担的。反正那一个月赚一百多万，其实也没差。一个说三亿，一个说一个月一百多万。三亿就比较多一点了啦，就没有没有。我们大概啊一百多万差不多。好，反正就是买一个小小的房子啊，我们一家三口加一只猫，我觉得刚好。那目前是蛮 OK 的，那就是继续努力，再住个几年，希望可以换大一点房子。大家来办理处罚的时候才有地方坐。你是要那帮我们用一个养老院没有没有，对啊，就想叫大家一起来。后天呢？都第二天。哇！我们那个比较老的房子了。彩华姐一定要后天啊！有十个月，因为你家做这啊，因为衣服好多啊。你是买来放衣服啊？不是买来是一层放衣服啊。对，我是买来放人的啦。结果后来水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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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结果因为要上节目又要演戏，所以这个投资报酬率你要买很多的衣服，所以我的衣服已经掉到楼梯跟放在楼梯的上面，都已经房间都还放不下来。我真的还有。对啊。到底有多少衣服？你们大概估一下。我们有那个层楼的衣服。五层楼要衣服，五层楼放不下，放在楼梯。我还挂在楼梯，太夸张了。还放在楼梯，要走路的地方快没有办法走路。哇姐，女儿是不是已经外面租房子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会放到女儿的家里去了，房间。哦，没有没有没有，他因为他住的是比较少的房子，在学校附近的，今年住的是比较的。肯定有。而且节目里彩华姐的造型。对对对，我的造型是每一次都每一集几乎都不一样，可能这样有不同的发型，而且我很用心在搭配。对，而且你刚刚看完就哭了。嗯，好感动哦，因为我们相处了14天，好快乐哦，真的很快乐。嗯，因为我们真的那时候我一开始其实是还蛮害怕，当其实里面我最熟就是长线，其他其实我们都见过，但是就是没有真正的。一起相处或合作过，所以呢，就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其实这个压力是怕姐姐不知道能不能融入这些小朋友的那一个梗里面，对，所以就有一点担心。可是呢，殊不知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呢，我们就默契超好的，好到我都觉得哇，好到都哭了。哎，是没有哭啦，是什么录影这么的开心啊？好 ，enjoy 哦，在享受，我们是在享受这个节目，然后享受我们每一个人的互动，跟去享受我们去做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就是这样。因为大家一起都是很真实的反映所有事情，对，啊，彼此会分享。对啊，对，都是很真实的感受，而且我们也都没有 say， 都是很自然、真实的。然后我们很快就可以自己找到。
每一个人自己的角色，对，每一个人的角色其实都不一样。我一开始还会担心说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人重叠，或者有一些冲突，啊、或者就像讲，因为开始很陌生。是啊，然后那时候我一直觉得他是大哥，所以我就很害怕。而且他都脚红，对，因为他酷酷的，他又长那么帅，啊，我也不知道跟他怎么聊天，啊，我就，然后没有想到，哎呦，哎呀，他好。好，私底下还蛮小孩子气的，就囡仔个性啊，就够追啊，个单纯。就他做了什么，让你就是有点哎、欸，跟你想。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就是很真诚，不是那种在我荧幕上看到他的，就是他帅帅酷酷的，有没有？拍广告也都是帅帅的，有没有？好酷酷。就是要演嘛。对，然后私底下他就是就也会很会撒娇，也很甜。跟你撒娇吗？也会跟我姐姐这个姐姐撒娇啊，怎么撒娇？示范一下，我要先离开吗？我先去讲一下，要不要先去装潢一下？我不是装潢，我就跟设计师确认一下。我叫你去装潢，然后你要用私讯再问你房子的事情。赶紧交浴室瓷砖，快点！笑我，好，你们赶快，赶快。没有，桑尼就是真的是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一个小孩，就是有时候很感性，然后有时候又有一点点小小的小脾气，可是他想这个小脾气是让你觉得他很高追啊，就是很真啊，就是你囡仔人就是囡仔人咧发脾气，敢不敢啊咧？但是你干嘛就高追耶？对啊，完全是没有杀伤力的，对，而且又很爱老婆，很爱小孩，对，然后老婆又来探班，小孩又来，他好开心哦，这样。谢谢台湾最美的。怎么好意思？这个不算撒娇，但是我很喜欢称赞姐，因为桃姐就很可爱，所以她让我觉得可以跟这么活泼的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会让我也放得比较轻松。说实话，也会给我更多安全感，因为演员其实最缺的是有时候是安全感。那我们这次来拍这个节目，因为我以前也没有真正拍过这么。真实的一个实境秀，所以我有我的担忧。那我的担忧其实是因为我没有这种，我有时候是放不开，我怕。那我们在演戏的时候，我喜欢演我的角色，那我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那实境秀其实就是要真实，要真实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彩花姐就至少有让我可以做我自己，因为他有他的方式来让我可以表达一些，哦，我终于可以放，我不要去管那么多。对，因为我看到他可以这么活泼，这么放松，我就觉得，哎，那我也可以。对，那你不能像我那么不正经。对，但真的谢谢曹小姐。呀，不敢不敢，谢谢。因为我们大家相处的都很愉快，而且Bruce很棒一点是，他都随时也都会在。身边一直帮我的忙，因为年纪大，你知道哈，有时候走也没有办法提很多东西，啊，这苦力都他在做。其实跟彩娃姐搭配，就是会让我很放心，因为像我们很常出任务，然后到最后，我跟彩娃姐就变成是美丽二人组，就是她负责美丽，她负责美，她负责美，她负责出力，所以是美丽，对，美丽二人组，就是我们出差，我就是拿着工具在那边帮忙修缮，这样，然后彩花姐就负责跟民众聊天，然后跟他们聊最近。好像我都没有做，没有啦，你也是有做。我刚刚出任务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不是我在修了，他在负责打公关。对，我在。彩花姐厉害的地方是嘴，对，嘴巴是彩花姐。他这个超厉害的，这个我们说也真的做不到。这个其他人做不来，我们做不来，我们做不到。其实总归一句话，就是靠嘴吃饭。幸好有彩花姐在。对对，还有看我的。啊，美色，博啦！他有让你们得到什么更轻松的做事，或者有什么福利呀、啊？有超多福利的，跟彩花姐出去，我们很多很多福利。就是吃的喝的，全部的，然后招待我们需要什么，他只要一句话，基本上对。而且我跟彩花姐有去那个菜市场，哇，根本就我们有准备好那个公积金。
又买东西这样，都用不到，根本花不到钱。那些摊贩就说：“彩花姐，来来来来，给你给你免费，要我们都硬要塞钱给那些摊贩。”有时候彩花姐想要乱花钱的时候，我们还要跟，那也不需要，因为大家都会送我们。但真的很多公积金都是花在彩花姐身上。对，然后再来是她人脉非常好，很多捐款的、捐钱的来帮助，都是她的深圳私底下的朋友来，朋友真的很，大家都很有爱心，都是一些大哥，这些一些企业家，这些真的都是。都很有爱心的，很有爱心，对，一起来做公益嘛。那我们这些钱都是真的是就是捐出去的，捐给需要帮助的一些团体，都是团体。阿外咖啡要不要来啊？阿中去单呢？今天Akila不在啊，你要不要讲点他有什麼？哦，他好棒哦，Akila，给我讲句坏话，赞。上次讲过的，很难想呢。谢谢多霞里，真的啊！哎，他说他想那个你们的 slogan， 就是他有困难，我来帮。Akira， 对，他想的，对，蛮厉害的，厉害，灵机一动想到。而且我们刚看完以后，他那个我们的片尾是他唱的，他的团员，他的团员唱团员，对，超赞的，很好听，很用心。嗯，就是看完以后，就是我们现场。在拍的过程中已经很精彩，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再加上，特效后置以后，就是哇，更加分，很有趣，也有很，对，很顺，就是一直看，一直看，想要一直看下去，停不下来。哎，你们刚好看吗？你们刚刚有没看哦？没有吧？没有吧？没有吧？很赶稿，刚刚很好看，但节奏很快，很精彩。嗯，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个。像你刚刚有讲到说，你这次不止多了五个好朋友，更是多了五个家人，可不可以再讲详细？哦，对，因为我是说，因为我们演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哦呀，像变成家人一样啊，什么什么。可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不是每次都是。比如说杀青后，你都可以一直保持联系，或者是在群组里面。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再来是演戏的时候，你正在演角色，你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了解你私底下的，所以真的，除非你们真的私底下有约有交情。可是这一次这十几天，我们真的是每天都在一起，我就当我，你就当你，然后我们是彼此互相真正的去认识对方，真正的在交流，真正的在完成一些任务。然后我也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什么，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观察，然后一直都在互相了解成长，所以我才说，这十几天下来，我们真的像家人一样，对吧？所以刚刚看完我也是很感动，我是真的看完就觉得，如果真的有第二季的话，我们要不要连住都住在一起？这个一定会更哦，那我也好开心哦。不是因为在同一个家里是太挤吧？太挤嘛，就是没地方不能把你的衣服拿来。套天的嘛哈，我们套天一定要租套天的。真的已经超啊！我早上每天都买牛肉汤给你们喝嘛哈。对，真的。超赞的，照顾我们。我都早上，因为我怕他们体力不够，我就早上。他喜欢有一天桑尼在喝牛肉汤，我说因为他就怕他就体力不够，因为我们真实到是真的开场桑尼哥还拿了牛肉汤在吃，然后后来基本上每天我们每个人都想把牛肉吃完，然后我就叫我的同学说哇，那大家都来一碗这样子，包括化妆师啊谁啊都来一碗这样，就是每天都有，对啊，那个真的很暖胃，对，超级早的，对啊，这样早上喝那个，对对啊，而且我们在拍的时候是春。天，所以天气凉凉的，超舒服，哇，非常的温暖。那边那几件物件，好了，换一杯，你干嘛？蛋白质，不重要，重要，重要，哎呦，蛋白质，这家那奶喝了，而且他还不想走，这个让皮肤更来更滑，代表吉祥呢，吉祥了，哎，吉祥。那森林好像有送岳母汽车，是不是？哦，你刚刚问到这个，对对对对，有五千万，五千万，没有，两千，对啊，你看是不是？我就说一台车都不到，好孝顺哦，真的。没有，我岳母真的是对我非常好，然后这些年就是我只要有任何的
不同的困难，其实他都是第一个跳出来，真的在帮我，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像他妈妈一样，那甚至比我妈妈对我都还好，说实话。所以，我觉得再来是他也是搬来这边帮我们照顾 Katia 小朋友，因为我们两个都在工作。那诗芸现在还在那个大西洋，还有在很多演出表演什么的，他也是超忙。然后我也是一直在拍，所以有他，我觉得我们真的非常的 lucky。其实我真的非常的开心，生女儿呢就可以多两个女婿，多棒啊！你看这女婿有多好啊！对啊，都来送妈妈。我是觉得应该的啦，应该岳母车，就是可以让他开心，因为我们之前是我的另外一台是一个比较旧一点的二手的车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啊，送妈妈，因为他们喜欢新的啊，就送他一个新的。嗯，所以那台车到底多少钱？5000万。他们最喜欢的。我这种说不要问周董了，这种等级的车子应该只有他。你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数字，他们比较好交代。改装完Lexus 有分七人座跟四人，那个 LM 嘛，对对对，那个是我是买七人座的，是比较便宜的，但是还是很贵，300多万，三百多万还是很贵，上线的装潢费啊。对，知道，没有，而且他还没改装，应该花1500。不止啦，不止啦，不改装，那台舒适，那一台袂使碰碰桥，一台爱载囡仔，袂使碰碰桥。对，那他还要配司机，对不对？他一直都有，那是他自己的，我给车子，他自己的。车子他有配司机。岳母当下反应是什么？他很开心，他有发文，他现在我觉得他已经快要当网红了。他最近一直在发一些那个美照那种。哇！他当了什么？他还有去当选了那个什么世界夫人。世界夫人。对对对，世界夫人啊！所以我每次发很漂亮啊，哇，好美啊！是吧？多发一些吧。他岳母比蔡诗芸漂亮。哦。以前拢白水啊，拢真水，都很漂亮，都很漂亮。问题是母亲节，那你送老婆什么东西吗？我啊，我送花。哎，差太多了。哈哈哈哈哈。送花。其实你知道，他的花都是用现金折的哦。哦。里面有美金，有台币，还有什么币就自己去想喽。就是送他花了，他不会吃味吗？都送了吗？这么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这个还好。不会啦，不要把我们女人想成那么。那些都还在工作的。